我永远是跟我们的学员就是犹如一家人，所以我们学员每次跟我讲的事情，我都没有掩盖的回答。那一天，我们有位学员，哦，他在 LINE 上面找我，他说他在哪一年呢？就是最近的事吧，没多久吧。他就是这个他们当地的一个庙的正銮，就扶銮呢，扶銮知道吧？文鸡呀。然后他说这个关圣帝君啊，这个圣诞啊，他们这个什么样的一个什么祝贺文，还要我看一下，说导师看一下是不是？OK，我就比较激动的跟他说啊，我说这个扶銮这个东西啊，已经搞了几十年、上百年了，但是这个社会啊，没有因此变好，变得更差。扶銮最盛行的年份，应该是在1970几年，90年之前，那个时候台湾的扶銮气氛最盛行。那个时候的台中的圣贤杂志社、圣德杂志社，那个是全省都非常叫座的，对吧？如果你是那个年代的人。但是也把你年龄说出来了。但是我要反问：几十年过去，社会有因为这几十年因此而更好吗？没有。当时讲的也是哦，这些礼节啊，各方面的。但是看归看，读归读。落实归落实，所以扶銮銮堂啊，在办銮物的时候啊，很多人呢、啊、在干嘛？神下来写文章，大家在效劳，觉得很有意义。但是反问呢，参与者有多少人把这个完全融入生活？见仁见智。但是从社会的景象看来，的确，成绩单不佳，所以这学员我就跟他讲啊，他跟我提到啊，说当初这个《地狱游记》的这个扶銮的正銮僧啊，这个杨僧，我说那更是最大的讽刺。当年的杨僧，那个全世界都有名的，对吧？你有读过你就知道，但是。这一会儿，你再回来看，很难解释。好、哦，人事已非，杨森也不知道去哪里了，对吧？你很难相信这是后来的结果，但它确实发生。那我要反问，那当时在扶銮的用意是什么？连他的正銮僧。都不知道怎么了，对不对？所以我就跟我们这个学员说，我说得很直啊，他回我，他说啊，导师啊，我去做这个义工啊，我也没有收钱，我是奉献的心态，我就不讲了，给他一个笑脸。但是我要讲的，你生命里面有多少分钟要去把握？你就去做那个没有什么特别意义的事情，你只会浪费生命。你认为你在效劳，但是我反问，这些书出来，有多少人会看？尤其搞来搞去都是那些古文，没人看了现在。
所以不要认为你这么样的奉献就是如何如何，不见得。何况我连也告诉这位学员，这就是宇宙天地在未来要算总账的地方。你曾经大家呼之欲出，希望来矫正社会，但却不灵。现在看到了这个事实，但还在继续的，你还在浪费了多少人的时间的？的确还在发生。有朝一日，绝对有朝一日，天地宇宙会来算总账。那相关的单位，他就必须要拿出他的说辞以及他的成绩，否则在法界里面是很严格的。所以我要讲的是，如果我们是明智的人，我们要知道如何利用时间，成圣成贤。如果我们遇到的神他还停顿在过去的怀念中，你应该要用委婉的话语度化他，告诉他时代变了，而且这一刻也许可以人神一起努力推广超级生命密码。以前觉得这是很好笑的事情，怎么会是人教神，对不对？但是怪事年年有，每年都特别多，尤其现在。可不可以是大家共好共荣，不光是人与人之间，人与神之间也可以达到如此，那就真是更大的一大佳话。而且因此又让我们的社会更加的祥和，那不是大家都是在美丽天堂里生活的更加的有画面。所以还是那句话，修行修智慧，你如何要把握你人生里面可以掌握的时间，这就是智慧之一。你是不是真的用对了这个方法，在这刀口上，就要看你自己如何抉择。社会就这样的运转着，天地也是这样运转着，很多的进行式正在发生着。所以2019是执行年，是不是在执行？不，我不希望看到执行，我希望因为我们的美善好而让很多的定数转变。但是我跟你讲，我那一天呢，大概不知道是吃错药还是怎么样，我睡觉做了一个梦，梦了7级多的地震，让我梦中惊醒。哦，还好是梦，那个房子就这样摇。很多的这个进行式啊，正在进行中，好，很多的画面之所以会看到、梦到，在空中的讯息场，其实已经有 data 存在，只是我们把它解读出来而已。所以2019，我希望我们全世界超级生命密码的学员，要知道时间是很敏感，一定要努力实修，因你身上的光，而在有一天灾难难你的时候，你可以避灾避难。我们不希望灾难的来临，我们希望超码学员努力奋发的广传，让全世界快速的，就像我们一样，大家在一起的时候就像一家人一样，这世界就是大同世界，对不对？但是这样的世界如果没有因为你我的努力到位，
就会被红尘中尽的负能量，大家在同条船上转着转着。所以讲起来是非常严肃的话题，但是我相信我们每个人都期待你好我好大家好，不论自己好子子孙孙都好，所以我们希望这地球也不要就是有那么多的隐忧，而这样子的转变的一个重要的力量就在你我他。所以今天我们共修的最后啊，就是与你共勉，希望大家赶紧的努力广传，我们可以四海为一家，全部在一个船上，就谁也不要有分别心，大家一起来把这样的一个社会、国家、世界，因为有你有我，世界变得更可爱，而且到处都是祥和之气。如果不是如此，你搞了再多的什么什么绕境呢，是吧？什么样的一大堆的庆祝活动，所求为何？而且更讽刺的是，绕境的时候还产生群殴，是不是？是有这个新闻？那绕什么境呢？本来在神的世界里面，不是大家一切一片祥和吗？怎么会有如此的情况发生？我希望我们每一位学员都是智慧之者，所以你要想清楚、弄明白，你就会知道你在社会中成器的重要。所以因此你就会更加的勉励自己，做好自己，把握今天，放眼世界。好，祝福你。